叫啥名？郑贤木。你不是司机大？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小，我是弟弟。我会搞不打一只卡车，哎呀跳龙龟行过。开始。哇。几代了？几代？几代？几代？结婚了啊？小学生。叫仔，你真正仔哦，不是恐龙吗？这叫什么？啊？帕哥。帕哥吗？哎呀，这叫祖产啊！呀，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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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啥？小白。一只阿姨边一只？小黑。阿姨家嘞？小橘。阿姨家嘞？小苗猪啊。小苗猪啊吗？一只是啥？一只叫黄飞虎。黄飞鸿哦，黄飞虎。哦，你有感觉一个有力的保护你的人有吧？一只狮子的手有吧？哦，来摸你的健康哦，知吧？阿狮。这啦，这有蝙蝠呢。有啊。这有车呢。有啊。还有剑呢。有啊。哦，你看几只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你叫啥？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。哎，大，这大，大完了，你手脚不协调呢，赶快赶快，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。又要赶快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慢点。慢点是的，足迹。